手牵手，然后就右脚先哈，不管哪一脚，反正就是一二三四，然后退三四。这时候第八拍女生先进去，我们要站圈圈的时候都是男女男女哦，两个八拍，然后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女生进去，然后五六换男生，男生进去，然后这次往你的左边找个女伴之后呢，往右。往顺时钟方向转圈圈，两个八拍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男生呢，通常应该就会在里面，就是在左手边，女生在右手边，然后再走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又回到了前这个圈圈的。可是呢？那个女生他们已经会换方向了，你看跳舞。我觉得邀请大家直接，我们就大家直接围进圆圈来一起学习是最快的方式，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来来来，所以我需要你们离开你们的椅子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小朋友也可以哦，还有外围的朋友，你们也可以进来跟我们一起围个大圆圈。好，刚刚已经暖过身的朋友，现在身体正热，赶快一起来。那刚刚还没有跳的朋友，就不要错过这个进阶班的机会，好不好？哇，今天真的很难得哎，这个算是也算是土风舞的一种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传统的一个民俗的舞蹈，然后非常的轻松，又非常的开心。来来来，那我们在这边围一个大圈。好，我们在面对舞台的右手边方向。好，我需要所有的朋友，你们到这一区来。然后，如果过程中你随时想要加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来喽。来，好朋友们，来这一边。哎，是我跳得很慢。我们接下来的表演者，如果想一起玩也可以。然后一个男生，一个女生。旁边的年轻帅哥美女，要不要赶快来跳舞的朋友一起来加入我们？跳舞要不要？来喽来喽，然后过程中你随时都可以加入我们哦，外围的朋友随时都可以加入。差一位，差一位，差一位。哦耶，我帮你找到了。我们先开始一次，等下过程中音乐就会慢慢的加入，所以我们一起往内走，预备起，一二三退后，二二一起往前走，一二三退后，二二换女生 ，Let's go， one two three， 后退，男生往前，女生拍手，男生女生转圈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One, two, three, go! 往后退。啊哈！
给自己一个掌声。耶，超棒的。